日語對喎，呢個畫面。食飯啊？邊個食飯啊？係邊個食飯啊？食嘢未啊？你又瞓覺啦，係咪啊？你踩咗幾耐啊？踩咗幾耐？廿分鐘啦。嚇？廿分鐘噶啦？係啊。咦，係喎。好啦，咁你加油啦。好的。加油。好的。趁未煮飯，我仲有一個目標，就係執呢一格櫃桶啊！裏面是超級亂，如果滿分是100分，這裡的混亂程度是270分、啊、我要將它們分門別類、啊、這裡已經是沒有眼影、啊、唇膏胭脂的了，已經擺埋了，但是都還是很多東西。美妝蛋全部放在一個兜兜那裡。我最喜歡是 Solon 的雙面粉撲，這個是勁滑啦，跟住係好舒服噶，同埋 MB 嘅呢一個粉撲，我都有幾個喺度。啊，唔夠擺喎一格，點算啊？好啦，又要出動翻一個細嘅，我決定將所有嘅嘢放喺呢邊。然后这个是 Dora 买给我的日本手信，它里面很得意，是一个碌碌来的，跟着我就说它是批档粉底，因为是这样碌呢，跟着它拿粉，但是它那些粉是很薄的。很好啊， Dora 知道我是对这个很有兴趣，跟着它去旅行的时候买了给我。这个遮瑕膏已经是没有了，我就直接买了一个新的，咁又可以擺喺空瓶啦，一啲嘅 mascara 啦，跟住係啲眉嘅產品，眼線擺喺後邊，排翻好曬之後，即刻爭好遠啦！啱啱換咗盆嘅番茄都結咗果啦，見佢個釘咧，應該係正常番茄嘅大細咯。我以為自己係種車釐茄，我又唔記得咗嗰啲種子係咩樣啦。我哋嘅務農小幫手都好開心喎、啊，蘿蔔生咗勁多啊！因為咧，佢而家太密啦，應該下邊係唔夠位要咁多蘿蔔咧。我哋就要太弱留強啦，咁就將啲粗壯嘅留翻啦，咁跟住隔翻嗰個行距咧，然後揾一啲比較弱嘅苗咧就掹咗佢。佢哋個樣咧好似細個玩牧場物語咁樣，係突然間咧一個禮拜飆咗啲芽出嚟，摘咗出嚟嘅蘿蔔苗我哋冇浪費噶，咁我將佢哋嘅根咧全部搣走咗啦，咁跟住咧就洗走啲泥，一陣間咧就會炒嚟食。用蒜蓉，蒜蓉炒蘿蔔苗。加油啊！加油啊！Go go go！ 呢個係Chopper由細玩到大嘅朋友，係叫肥波啊！哇！今日好多牛啊，天氣好好啊！这个位置是劲似动物园咯，有栏杆啦，有河啦，跟住里面有好多牛，但佢哋唔系困住嘅，佢哋有另外一边可以行咯，好开心咁样食草啊！系啦，我喺度啦，我哋继续行啦，嗨！来给我，哇，是水水啊，喝水水吗？嗱，要这样做长戏的。
哇！我哋今日四个人可以嗌好多嘢，平时得我同金生两个人咧，系乜都食唔到，净系食个 burger。今日有一啲嘅鸡块啦，跟住有 buffalo wings 啊，同埋有呢个肉酱薯波波啊。呢个可以话系我最中意食嘅 burger 嘅一间铺咯。今次我哋嗌嘅系 cowboy 啊，之前我哋中意食 double double 咯。挺好吃啊，见唔见到佢嚿肉咧，佢劲厚咯，好多肠仔啊！头先我讲嘅 double double 咧，就系我朋友佢哋食嘅呢个啊。你睇下嗰个肉咧，系劲邪恶噶。边个系行完山嘅狗仔啊？我哋今日系同邻居喺天台嗰度烧嘢食，好搞笑啊！邻居拎咗劲多呢啲设施过嚟，试新嘢。系啊，试下咁样烧嘢食呢个方法。其实我哋系有烧烤炉嘅方法，但系未开光。我哋谂住试下呢一个。不知不觉间，小岛生活已经剪到第七集啦，希望大家唔会觉得闷啦。我已经开始习惯咧，系有咩特别嘅事，即刻拎起相机影低佢，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平时喺小岛嘅一啲琐碎事啊。好啦，我哋下条片再见啦，拜拜。